摔个泳池趴吗？对不对啊？这样我们说到了，就是别人无理邀约，当然我们人生可能是谦虚哈。另外一方面，有没有你主动的？比如说现在我已经有这样一个状况了，在接下来专辑当中有可能出现给别人合作。其实我别人，其实我蛮想就是跟就我蛮想给那个JJ哥写一首。极限男光的各个们写一首，其实我也蛮想跟花花来合作一首，是大概就是这样。对，你有勇敢的迈出这一步吗？告诉他们，我想跟你们有想跟他们聊来着，但是被拒绝了。没大胆，不是拒绝了，就是希望可以合作吧。好的，我们也希望看到一些更多就是融入更多元素、更包容、更加的这种炫酷的作品出现，对吧？对，然后我最近又在做一些新的尝试，所以呢，会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再给你们一个不一样的。生他养他们养，主要我希望的就是大家是真的能够喜欢，然后也会让你，比方说在传递，比方说我们新加坡的一个叫安利，是吧？在给自己朋友听的时候说，哎，这个是张艺兴的歌，不会让你们觉得说没有。不会，别让别人感觉，对，然后他们会觉得比较骄傲。啥事？你知道他们现在坐进来之后，那个表情都是意思在心中颠倒。啊，不用做梦，就是一个普遍的梦，你说吧。好，我们再接着说回来啊。就比如上次我们的医生说，这个这张专辑打多少分？你说90吗？90分，对是。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那十分。如果说在下个舞台有可能情况下，你会在哪些方面去使足的正确努力去做好一点？其实专辑吧，歌曲啊，它其实没有，其实早就聊过这一块啊，大家肯定也听过。其实音乐它是没有正解的，因为每个人喜欢的音乐的类别跟种类都不一样。其实像做 hip hop 这样的曲风的话，其实 hip hop 就是一个态度，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态度、一个表达、一个宣泄。然后每个人想把自己想说的、想做的，都通过音乐，不管是通过的音乐的素材也好，还是通过歌词也好，还是通过什么样也好，把它表现出来。这就是 hip hop 的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一些真实的东西给大家看。那这是 hip hop 这个曲风，所以在这个曲风上面，肯定我不那么完美，因为我还有要学习的空间。我有时候会去听自己以前做的一些 hip hop 的轨道，真的听得很好笑啊！自己听嗨了，自个儿在那儿哈乐。对，就以前编的，其实也有好的，像 R&B 那种，就是还有很多不错的，因为 R&B 相对简单一点。但是像 hip hop， 那以前编的是真的很好笑。那说明你进步了。确实是，就是，但因为。不，这主要是你们知道，就是因为一直在这个编曲啊这方面在努力的去做，所以他才会有这个成长的这个可能性嘛。然后也不是很厉害的，就是还行，还行。对，然后刚刚我问的是，没问题，你想说什么都可以。我们刚才说了有泳池趴，我不知道。我正好我带着大家，就是这个台本上给我写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比较专业的。有没有想过拍一个版本万圣节装扮的新人练习示范？我有。我的点在，你是说什么他们都不懂的？吸血鬼的胆。哦。其实本来这个 Sheep 的这个专辑本来就是想做，一开始跟你们说一下设计灵感，一开始就是想做 Vampire， 就是那个吸血鬼那个感觉，但是有很多人都做过了，所以就觉得要做一些新的，所以就牵了一只活羊过来啊，挺好。我想想吧，但是这个我不是已经有一个练习室版本了吗？你们看到我做的那个
跟那个很多街舞老师，微博那个合作的一起做那个街舞的那个活动嘛。咱们中国真的有很多跳舞很好的 dancer 老师，对吧？很厉害。至于说到那个跳舞跳得好，我觉得一心真的也是老师。你们同意不同意？这个我是有例证的，我今天刚刚搜集到的情报啊，因为我也是在北京上大学嘛，然后呢，当时我年轻的时候也参加过学院部的公共选修啊，体育大学它有体育舞蹈来公共选修，现在北京体育大学已经把这首戏舞蹈作为公学院部的公共选修纳入了流行舞蹈，真的是找我。真的真的，这事儿是真的，因为我有一个小师弟啊，他现在就在上学，他告诉我说真的跳着这个舞的时候浑身都是劲儿，特别得劲儿啊。来，我们给那个吴娜老师一起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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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其实我觉得这是不是应该在演唱会的时候给你们来一个。来把音乐放一下，放一下。在哪？不哭了，不哭了。首先两个手举起来。我有个朋友天上的。这样吗？肯定快死。忘了。现编。是这样的，你们麻烦大家起立一下，好吧？八、六、七、八，简单吧？然后再加大家一次啊，来两个手啊，来唱歌，跟我们一起来啊！我准备啊，三二一，走，又一步，二、三、四，转，转，呼，好，可以，可以。我们知道是哪个 part 了吗？我们把歌放到幸福那首歌放到40秒，谢谢。好熟悉，都在每次拉那个图的时候啊，拉那个工程的时候，都记住了哪秒是哪个。也有可能是不是那个，应该是四十秒。我说麻烦，印象老师麻烦您把幸福。有些人不可思议，有那些生命不能只是活着而已，有些人不要急，不做负面累积，那就是不好意思努力努力再努力。好吧，厉害了，哎，哇，真的是特别特别棒。大家累不累？好，好，影响大家。知道了，就是这里吗？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会让人变得就是热血起来，活络起来。对，如果说要让你推荐一首电影，陌生人，给陌生人信的人。啊，你会看见什么？当然是戏剧。首先，第一个音源是免费公开的，没有花成本。对，就是你听一下，如果你喜欢，你可以再往下面再挖一挖。对，如果你喜欢的话，如果不喜欢，就再差不多了。对，然后别人也没损失，对吧？也是一只善良的小绵羊。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呢，就是万圣节，因为。符合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节日的状况嘛？是。所以呢，今天你的角色就是妖大王，大王，妖大王。哦，就是不是人的那种王，就是那种怪的那种王。OK， 那今天我们进来的时候呢，这有我们的镇妖宝册。我们把这些妖都已经收进来了，但是可能有一些不是那么的老实，你来检查一下，看哪些装扮啊、修行啊，感觉就是要出格了，要出去了，咱得转一转。
你看看啊，这个好像出来了，这个没有，真出来了，怎么回事啊？我们先忽略掉，我们谈谈其他的哪些还能不太好，或者是你可以 Q 他的那个学号，哦，不是腰号，也不能是法号吧？你看这个腰，哇，还有带小孩一起过来的啊，你可以叫一下号，056号。小宝宝好可爱，是男孩还是女孩？哇，有没有哪个就是感觉想就是翻个牌子啊，或者是这个点个菜啊什么这种感觉？哇，这个很厉害，这是你看看真人。没准是哦，不是假照片，都是现场拍的。哦，就跟旁边的小黑板前面开，那就好高级了。哇，好厉害！天哪，这后面要写了字的。哦，这你要不再检查一下？哦，别哦，别检查啊，别检查，别检查。因为一心还是喜欢就是私底下去，可能去检查一下。哎哎，上一次。我的意思是就不要把别人的这些就是小妖的隐私公布于大家的保护大家啊，好不好？那上次呢我们有个毕业纪念册，哎，张老师回去有没有自己再看看学生都过得怎么样，就是回头检查的意思，不过没有关系了，这些东西不重要。所以今天这本小妖的是镇妖宝甲册的，也送给张老师。哦，谢谢谢谢。真的，如果有一天你是啊，你说的那个册子，就是上次送我的那个他们的照片的那个册子，在哪张茶几的脚下？不可能，不可能，那不会，真的。对，没关系，就是要给你一个，我们就是要给你一个小小的私密的一个空间。谢谢。哎。给我拿了就好了，这种一起玩。不是不是，你不是说给我吗？你就，但是你不能回家了，这个时候一样的，好不容易逮个一次能让你跑的呀，对不对？不是，我说给他们拿着收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最核心的签名环节，好不好？哦，没有。啊，来，请我们工作人员上我们的道具，也感谢我们啊。高颜值爱自拍，华为 Nova 二对我们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啊！你们吃饭了吗？没有。别，我们希望你们就没有。你们为什么没有吃饭啊？啊，反了，反了！不敢。多次弄反了。我能站吗？哦，好，转转过来啊！你们自己有人，哎，你们有人可以上来哈，来上来看呗。你这样做这个动作，会把西维的本性勾引出来，对吧？你看见了？来椅子。那大家待会儿呢，我们按照这个座位的顺序啊，在舞台的右排口。半排10个10个一组，有序的排列进行签收。然后每个人喊小朋友上台的时候呢，把我们要签的那一侧翻到，然后用便利贴贴好要翻的要签的字啊，和那些语言。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异性在进行沟通和交流，好不好？哎，我这次来深圳，我感觉非常感觉非常温暖，因为最近一直不是在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一般就是在认认真真又在搞我自己的专业的事情，完了以后突然到了深圳机场的时候，就发现我深圳的朋友非常热心的欢迎我啊，谢谢。所以我就是然后我到了以后，我就听到他们，我首先跟他们打了招呼，然后我很怕他们滑倒摔倒什么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定要记得就是注意安全。完了以后，我看到听到他们就是叫我名字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表情是什么吗？不知道，不知道。我真的，我因为我一开始出来是因为哎，然后还有点皮，你知道吗？因为运动完，刚刚运动完要坐飞机，刚刚到嘛，到完了以后一下来，看到那么多人，而且本来以为不是很多人，但是真的很多人过来，然后他们说张艺兴，哈。所以你当
当时哈哈的点是什么？是说我这么疲惫看到这么有点尴尬，不知道，就是蛮开心的，应该是开心啊，也是没想到，然后就是也还蛮激动的，应该是真的是，哎，行行，我一定我一定，只有机会有机会，所以我是昨天我一出来说，首先我把那个眼镜嘛，就先把因为眼镜就显得太跟大家不亲近，对，就把它带到后面。但是看到每个同事他们都特别的欢迎我的时候，还蛮感动的。然后反正第一次听到，不是第一次听到，就是刚刚听到，就是刚刚下飞机到了以后听到很多人真心。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有点像做告别的事啊，但是我觉得一心的笑点也还蛮低的。好，来，接下来时间交给一心和我们每一位朋友来第一来经过我们正卡大王的检测。哦哦，老师可以放点背景音乐啊，垫一垫。这个我们工作室会商量的，放心吧，我会保护好自己安全。好了，就是好了。